好，哇，各位哈，我们召开国际媒体记者会。那接下来就要请我们这边记者朋友，好，来确认一下 ，turn on the microphone。有没有觉得好像宣布什么大事？鲁智勋。哦，지윤씨혹시뭐할얘기있으신가요아니아있어있어가지고어、네、因为他有人家有话要跟记者们说。지금말하면되는거예요네可以讲。타이완메이먼와이니要稍微帮你们补充说，因为刚才他不是要就是要帮台湾的粉丝做一个就是专属的啊、专属的这个撒娇动作，但刚才忘了讲，所以就他刚才是讲这个啊。OK 吗？可以再讲，可以再一次。다시서가지고여기마이크대가안보이시나서서한번해주시면안돼요아예자하겠습니다하나둘셋타이완메이먼화이닝감사합니다여기있어요여기있어요네여기맞아요좋은메이크세요감사합니다네여기있어요谢谢诚意十足。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媒体朋友来准备发问。那其实不把它发给思密达。今天在入境的时候就有很多粉丝在迎接嘛。那智勋这次是第一次以个人身份来台湾，看到这样的景象，想要问一下你的心情如何？이번에이제대만에오실때입국하실때많은팬분들이이제가서보셨는데그처음으로이제대만에혼자오신거잖아요그렇게팬많은팬분들이이렇게와서열렬하게환영한분어떤기분이셨는지네요아무래도이제첫해외팬미팅이다보니까네상당히기대가긴장이되고그랬는데또많은팬분들이와서이제열렬한환호성을보내주시니까오히려긴장이풀리고오히려좀더자신감이생기는네그런기분이들더라고요그래서더욱더멋진걸그리고서프라이즈에되게많은그런이벤트를준비했으니까네참다행이라고생각들고요네앞으로도열심히하겠습니다那说就是因为第一次就是海外粉丝见面会，其实是来之前呢是确实是有点紧张。不过呢，就是来台湾的时候，出来看到机场里面这么多的粉丝们，就是欢迎他，然后呢大声就是喊路他这样，所以他反而就是紧张的感觉就没有了，反而就是多了一个信心是这样。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是为我们粉丝们的惊喜，觉得还好，他有准备了很多很多这个惊喜啊，对。就是刚才有比了许多宠粉可爱的小动作，那这些小动作它是从哪里学来的？아까이제굉장히귀여운많은동작을이렇게저희에게보여주셨는데요그런동작들은도대체어디서만들어디서난거예요어디서온걸까요네요평상시에있는이제단어들을이제잘생각해보면은되게쓸만한그리고귀여운뭔가이렇게멋진그리고그런단어들이생각보다되게많아요그래서그런사람들이많이쓰는단어를어떻게하면이렇게많은분들이이렇게좋아해주실까귀여워해주실까라는그런연구를되게많이했던것같아요네그래서그런좋은단어들이네떠오르지않았나싶습니다其实平常啊，就是我们想一想这些单字的话，其实是他觉得说还蛮多可以用的。觉得可爱的而且很帅的那些单字所以他可能是他就是平常想说哎我怎么样我讲哪一个单字粉丝们喜欢或者是他们觉得可爱他研究比较多他就会反而会想到就是好的词是会让他会想起来讲想问智勋除了刚刚一直讲的我爱你之外还有没有准备其他的中文어아까이제나는어나는당신사랑해요워아이니라는중국어하셨는데요혹시그워아이니란중국어말고다른중국어도준비하신게있으신지다른거요你说别的是吗你要不要现场教他기자분한테한번배워보시는것도괜찮을것같은데어떠세요어그래도될까요真可以吗제가한번배워보는식으로어、네、就是你来教我来学一学这样的方式可以吗趁乱告白，我爱台湾啊，我们没什么差别啊。이것은저는대만을사랑해요라고하는말이에요我爱台湾。我爱台湾。哦。粉丝好可爱。팬분들너무귀여워요이런말이에요네粉丝好可爱。
粉丝好可爱可爱。对，那我可以教他讲一句吗？저기사회자분이하나알려드리고싶어요。哦，对，可以啊。我的腹肌很大块。내복근아주커요。네네네。내복근아주커요。我的腹肌很大块。很大块。啊。谢谢。감사합니다。어아까하셨나요지금이거이분이가르쳐주하셨나요 네, 네어刚才我也讲了네따라했습니다我刚才有跟着你说超可爱的还有问题吗那既然提到腹肌了智勋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之前在演唱会上秀腹肌一鸣惊人那可以分享一下你平时运动的习惯或者是在饮食上面有什么注意的菜单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원원그콘서트에서이제복근을보여주면서이제사람들너무너무놀래키셨는데이제그복근얘기가나와서하는얘기인데평소에운동습관이나음식조절같은거어떻게하시는지혹시그러니까이거물어보고싶으시다고요어네마음먹고운동할때는어최대한네단백질위주의식사를하고있고요그리고샐러드같은거되게많이먹고네탄수화물줄이고네제가제일좋아하는치킨을안먹고네그런기름진음식을되게안먹으려고자제하고있습니다네他说就是我运动的时候啊，尽量就是尽可能就是要多摄取蛋白质，然后多吃一些沙拉，然后呢碳水和物啊，那些东西就不要碰。然后他最钟爱的这个炸鸡呢，他就是不要吃，那尽量就是不要碰到这个比较油腻的食物这样。有靠什么样的意志力让他忍着不要吃炸鸡吗？어떤그치킨좋아하신다고하셨잖아요그어떤의지력으로치킨을먹지않겠다는것을이렇게하시는지어떻게 아, 네아무래도일단제가팬분들과약속을한이제그런약속이다보니까제가또안지킬수가없을뿐더러네어제가운동을하면서시작을하면서운동이되게좋아졌어요그래서헬스트레이너형과도되게친해지고네그래서뭔가제몸이되게발전하는걸보니까저도기분이좋고그리고팬분들도더좋아해주시니까네그거에또자신감을받아가지고네오히려더욱더열심히운동을하게되는것같아요他说主要他的一个什么样的意志力他觉得说因为他是跟粉丝约定好必须要就是要展现所以他必须要遵守跟粉丝的诺言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可以靠这个意志力还有呢他说他从事这个运动之后他发现他还喜欢上他了然后他跟他的那个就是运动教练呢跟他变比较熟这样啊然后他就是每天看到他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进步他觉得还蛮开心的他心情很好然后他的粉丝也喜欢所以慢慢他觉得有点信心所以他就更加的认真做这个事情那最后想问一下智勋就是过去是进行团体活动嘛那这一次是以第一次以个人的身份来到海外进行见面会的活动那过去 One on One 的成员有没有给你一些打气啊鼓励或给你什么样表演的建议예전에이제그룹으로활동했다가이번에이제처음으로이제개인활동으로이렇게오신거잖아요혹시이제다른멤버들이그뭐조언이나아니면좀어드바이스같은거하셨는지네어이제원원콘서트때네 VCR 로이제나왔는데이제멤버들이너는혼자서라도잘할거라고네걱정없이잘해낼수있을거라고이제멤버분들이네저한테이제그런말을해줘가지고되게그런하나하나말들이저한테되게감동이되고정말그런거를이렇게들으니까직접들으니까또자신감이생기고더열심히하게되는그런계기가생기는것같아요네그 VCR 은이제그원원멤버들이찍어주신 VCR 네네맞습니다就是我们的这个원원的其他成员他们就拍了一些影片然后这个影片他们就是拍摄然后每一个成员就是跟大家讲一些鼓励的话那他们说其实他们觉得你是应该是一个人是可以就是可以撑得住场面的就不要太担心所以每次听到他们每一句话的这一些鼓励的话让他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觉得其实他因为他亲耳听到他们的成员其他成员的鼓励所以他觉得他的信心反而就是加倍了这样然后呢他因为是他们这样的鼓励所以他就会更加的认真去做每一件事情 OK 那以上的就是我们这个记者们的提问감사합니다谢谢祝福这个国际剧明天
First Edition 的这个 Fan Meeting 能够非常的顺利成功。Thank you， 谢谢。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谢谢。好，感谢我们这个现场的电子媒体朋友们的。